前黎明嫂乐劲儿最近一个礼拜就在香港接了三个捞金活动。26号晚上，她又以一身蕾丝透视装出席手机发布活动。自曝因为工作拥有很多手机的她，却承认自己不喜欢玩自拍。啊，我就冇咯，因为我而家仲系研究紧点解我自己影相可以影得再好啲。咁我不嬲就唔系好中意自拍自己，不过我会。好喜歡拍人家咯，因為我覺得即係我好細個已經開始做一個 model， 其實我就不停係可以講話，即係好多年都係俾人影相，咁我都好希望除咗係影我嘅話，我都好希望可以影到第啲人嘅相咯。其實從樂劲儿從社交網絡上的活動，都大概知道她是一個不太喜歡秀的人，但偏偏自己又是模特出身，又因為前夫黎明的原因成為公眾人物。就算跟黎明离婚了，他的感情生活也继续成为大家的焦点。近日承认跟新西兰冲浪教练分手的他，被曝为了避开前男友的纠缠，就连之前不断更新的 Instagram 账号也删除了。对此，乐劲儿否认与前男友有关。因为如果一个人是朋友咧，佢会可以打电话俾你啦 ，WhatsApp 你啦 ，WeChat 俾你，同埋 email 你咯。咁我觉得 social media 系每个人自己嘅性格想唔想去做。咁因为放我。我覺得我會 prefer to be more private 咯。咁呢啲都係講嘅啫。咁即係好多嘢都有個唔同嘅原因，不過即係唔係咁樣咯。